蛋白一定要打够稳定哦，巧克力可以可可粉。那也不要把它打到棉絮状哦，好，因为如果你们把它打到棉絮状的话，你们就要花更多时间去消泡它，好，把那个面糊，这样也不好。 每一次的饭都要确实哈，从中间刮上来，好，你要把整个蛋黄面翻确实。啊，如果你们喜欢吃那个这一块，我其实底下是放无花果，无花果先对泡过酒，煮稍微煮过然后泡无花果干，对，摆一下，对，超，然后上面再撒坚果。 好像有点多哎，你们料都称了吗？称了啦，没关系，是后一点。我是怕等下它会爆炸。哦。我这样吃我爸爸，我的爸爸。爸爸六。爸爸六。下次要，下次要，下到我们家。啊？正常。哎，同学，正常要这样哦。才要蓬蓬的，如果下去它是一片水的哦。小泡。就是吃饼干也可以啦，好不好？吃多一点。它没有，它没有太大的那个。OK。怎么在这里打？快点。